大家好，我是旭哥不可按万算旭哥手游攻略。那这是向僵尸开炮，开炮啦，各位。那跟这个像是甘道夫、行刑啊那些都很像啊。那今天讲这个 T 零最强的神装，还有这个官方认证的 T 零最神的技能啊。T 零最强神装可以免费拿这个最强的宝石啊，各种福利。那开局呢，跟着旭哥选一些技能，旭哥会实际用给大家看这个输出啊。一把罩的，那前面呢，尽量可以找一些就是可以就是快速的穿刺啊、输出啊，然后造成范围 AOE 输出的是蛮实用的，你看这样子可以清理比较快。好，那还有史上最多组的礼包嘛，那将近20组的序号都在这一集攻略分享给大家，实际兑换给大家看，非常多组的礼包嘛。好，那福利很多。那旭哥也是记得来玩给大家看，有没有轻松的秒怪，最暴力秒杀？好，我们进入游戏攻略 ，Let's go。好，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序号独家最新。进入游戏了，哇！一开局直接秀这个礼包给大家。会不会太屌了？直接给大家看那个，这个算是小氪手厨送的还不错哎，有送一个神装机械枪械，整个枪械皮肤，自焰咆哮，伤害 10% 的 buff 啊，然后钥匙，然后转蛋券，来福利看一下，开局就可以拿这个福利了，通行证来。金币，特惠这边也有免费的金币可以拿。活动这边，签到有这个奖励，然后补签还可以拿到像是钻石啊，这边钻石啊，然后体力这些东西，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。七日狂欢，登录就有奖励了，这个各种福利。转蛋券啊，宝石啊，然后各种福利都拿得到，还有这个传说宝石啊，哇，这个达到650的有传说宝石。那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，它这个有七天的福利可以去拼。好，那旭哥来分享这游戏最新、最全、最多组的礼包嘛，还有隐藏版的序号、详细的兑换教学攻略啦。那我们首先呢，点画面左上角有个人头，点进来之后呢，在画面的中间就可以看到兑换码了。兑换码就是礼包码、虚包码、序号，这个福利礼包码、礼品码。那我们在这边输入这个 VIP， 然后555，大写的 VIP 555，按兑换。这边有体力。然后金币，还有这个手扇，再来 VIP 666，最常见的 VIP 666，按兑换。一样有资源，哎，跳掉了。好，没关系，一样的，差不多啦，看起来差不多。在 VIP 777，大写的 VIP 777，按兑换。一样的资源，体力、金币，还有子母弹。然后 VIP 888，接下来兑换，一样，体力、金币，然后雷池穿刺手册，提高技能的 VIP 999，兑换，一样东西，体力、金币，然后子母弹，试一下其他的看看，不行。好，那我们输入这个 DCGIFT， 按兑换，哦，转蛋券加金币，那一样后面看一下 FB 有没有 ，FB， 啊，这个没有，好，那这个。DAY 01
兑换。有转账券，哇，好多金币啊！转账券金币。然后 DAY02 兑换，哇，有没有很爽？这个直接旭哥帮大家发现了，直接改掉就可以。DAY03一样转蛋券跟金币，哇，这个超多，那一直改下去，看可以改到第几天。DAY04有没有？反正很多啊。哇，史上最多礼包码帮大家换起来了，分享给大家啦。好，那我们开局就拿到一堆福利啦，除了可以免费看广告可以抽转蛋之外，开局也拿一堆转蛋券嘛，就可以来抽了。来，拿到宝石，普通宝石。所以最强的神装抽起来啊，裤子的宝石，然后宝石，裤子金梁宝石，这个火系伤害，然后手的宝石，有没有神装啊？这个宝石可以加在我们的装备上面，来，爽，输出伤害加2%，哎，不错。哇，蓝宝石这个穿刺伤害。那这边可以把它装备起来，有没有？全套 T0 神装啊，统统装备起来。有没有？镶嵌上去。哇，旭哥的装备有没有装了一堆宝石啊？最强神装，就是这样玩啊，就是靠这个。那我们也可以看免费的。看广告也可以抽，然后这边还有这个完美宝石，最强的宝石啊！这游戏就是透过这个转蛋啊，然后宝石啊，来拿这些资源啊。所以我们7天登录那个就很重要了。七日狂欢这个，它就有传说宝石嘛，最强的宝石。好，啊，游戏玩给大家看好了，其实就是。这种放置然后塔防的玩法，然后自己会去打这个怪，这样很轻松啦。反正先跟着旭哥把这些福利拿起来之后，你就可以轻松玩了。来，技能组练起来。哇、哦，爽！直接秒杀掉。这种就是塔防型的玩法，这种还不错。我们来多一个爆炸，这个很实用啊，这个技能。来。学一些会穿刺啊，然后爆炸的技能，这个可以一起清啊，有闪电有没有？爽！子弹爆炸伤害，来增加一下输出。这个游戏就是这样玩的，轻松塔防的玩法。以前那个甘道夫啊，那些手游都是这样，什么魔女，好，穿刺伤害增加一下。好，那今天攻略呢就分享到这边了。各种最强的福利，史上最多组的礼包嘛，那最神的技能啊，还有最强的神装都分享给大家。开局啊，怎么样去刷这个怪？好，那我们就轻松玩吧。啊，攻略分享到这边，大家记得订阅旭哥频道，看旭哥手游攻略。我们下一集攻略见。